股新攻略，带你掌握全世界。我是陈淑贤，我是阙鼎泰。在今天台北股市部分的话，最后收盘的行情是在尾盘有些下压的力道，而在于盘中的话，早盘一度回测低点之后，马上开始拉高。这个只演了上半场好戏而已哈，午盘开始的话，这个卖压又开始宣泄了，怎么看呢？好，今天尾盘大概也是收在这附近啊、哦，那收在这附近的话，那大概八零六几的附近的话，投资朋友注意一下哦，哦，八千哦又快来了哦，你认为会拉尾盘吗？哦。这个市场上很多东西啊是专业的啊，专业里面就有经验的法则哦。就像我经常挂在嘴巴说，这个要结构分析的哦。其他几杯台尾盘，其实早盘应该知哦。有几个东西可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个生技股啊，生技股如果哦那个国光生技4142的国光生技，如果莫名其妙涨停板，国光生技它涨跌不关生技股的事情。但突然间，你们看到那个上面有一个29.15那个高点的前一天红棒，那是涨停板。从此生技股没有高点，哦，大家知道这个这是一个，我看生技股啊，大概看了大概16、17年了哦，因为有生技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在16、17年前开始的哦。那么 NBI 指数也是暴跌 ，NBI 指数也大跌的了哈。那我这是我经验哦。那另外呢，如果上个礼拜突然间拉莱德，你看那个2349的莱德，哦，上个礼拜。有没有？你看有没有？前几天突然间拉这个有没有？那电子股的高点大概也接近了哦。那一个大盘的格局来看的话呢，如果一大早突然间拉这个盘不怎么样，本来是属于空头的格局啊，那一大早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止跌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那为什么会止跌？因为一大早你看拉一档股票叫1402，这个也叫做远东新了哦。这个叫远东1402远东新啊。我以前我说远访我都弯胖了哦。以前啊，这个你不要看它这个日 K 看盘中线啊，盘中线啊，你看盘中线啊，一大早是拉上来的话，通常都意味着尾盘啊哈，只因为它是在波打波几个高表，那怎么会好呢哦？你看尾盘也是拉一下1101的台泥啦，远访台泥那个哦，早盘拉上来，都已经代表说今天的尾盘不怎么样的。同时我跟大家讲这个，只要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我们在股票市场上那么多年的一个经验啊，哦，这是我看盘的经验哦，那准确度真的相当高啊。以前我们把这个股票在空头格局架构跌的时候过程里面，突然间啊，哎，跌一大段，指数跌一大段，突然拉什么原房啊，拉台泥啊，这个都不好代志啦。哎，顶来来不代不及拉中钢不？嗯，过年之这个过这个新历年之前有没有不代不及拉中钢，根本都不好代志啊，台股的暴跌啊，我信不信？这个都是市场上很奥妙的。我形容这一些股票叫做。我之前跟大家讲说水威斗人啊，哦，就像布袋戏那个金根生有没有？那个靠跑，就他们都永远不会死啊，然后跑到哪里啊哪里就挂了，哦，跑到哪里就挂了啦，吼，哦，这个我心中这个是水威斗人啊。那大盘要怎么看？哦，我想大家不用那么装模作样啊。我今天可能尾盘上跌了39点，大家今天又敲锣打鼓止跌啦，哦，这个又来这一套了，哦，少来这一套了，明天就要上演8000点的攻防战了啦。明天8000一破的话，我说过四不过三，哦，今年过去这一年来三次，你看日 K 线看一下哦，三次，一次在7203，7203跌破一次，第二次呢在7985、80的地方跌破一次，哦，那明天再跌破一次，叫做四不过三，哦，四不过三是股票市场上概念讲的吼，这样哦，那破了都真歹看，哦，真歹看哦，明天仔就知啊。哦，那明仔如果在这个日K 棒是这个是收黑 K 棒的话，就是三黑。那后天如果再黑的话，就又回到了什么四手黑盘。现在都还在四手黑盘的之前那个笼罩的情况之下，所以四手黑盘之后，市场是没有高点的。哦，大家知道，哦，未来两天呢，啊，哦，这个八千大关要怎么样？那道理很简单，我们来看看哦。好 ，TPK， 哦啊，这个股票啊，马格朗也要装模作样哦，要实施库藏股啦哦。啊，果然呢，实施库藏股才两成而已啊，意思一下哦。其实按照这个架构来看，这种公司能够亏损那么多啊，亏损50几块啊哦。这个啊，是让未来就算银行要贷款给他都有疑虑，而且这个跟类似跟背光膜一样的，像6176的这个瑞仪也都一样，这跟背光膜一样，大家都要小心哦。这个长期是不会有，因为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产模式嘛哦。现在瑞仪嘛喜欢长线大空头，另外110几块的空单，大家都舍不得补，一下就40几块，这一下就40%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哦，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哦，投资朋友，我们这个。股票啊，100块跌到50块啊，跌50%，
可是50块要涨回100块要涨一倍哦，你不要以为跌到这个四成啊，是你要翻身是很难的 ，TPK 要翻身都很难，都相当的难哦。所以投资朋友你刚刚聊在了哦，那新上日股今天又破底了哦，叫4116的明基一哦，4116明基一今天又破底了哦。你看这这从上市之后又救起来了，嘎当哦，跌掉了快要五成了，腰斩了哦，刚好腰斩了，腰斩了哦。你还在追逐那个新上市的吗？当初不是跟你讲说什么明基一啊是吧？复制啥四一什么四七也叫中裕啊哦哎呀这都弄这公啊公这都没有不用负责任啊哦都不用负责任啊哦都安尼跟你介绍的安尼啊透露的歪惯例 啊多的是这种咖啦多的是这种咖啦真的是哦。然后呢你 IPO 股东开始大抛股票了，然后还跟你讲说明基一就是中裕第二，多少人在讲这个东西啊，笑死人了，一上市没多久之后就腰斩了，股票腰斩才多少时间啊，你是要去水上透，对不？投资者，你看股票啊，或者你看分析，有些东西你要做记录啊。谁跟你乱讲这些东西，你都要把它记录起来，把它记录起来，因为这个很恶劣啊！一下子你看这个 IPO 大股崩要抛股，因为费正所税的效应啊，这是过点的物件，连这种常识都不知道吗？还有我刚才讲国光生在12月8号的涨停板那一天，生技股没有高点，连这种基本面都这种基本的这种看盘的理念都不知道的话呢，啊，你要带人家做生技股哦。还有呢，不要忘了 NBI 生技指数跟 BTK 生技指数这段时间在美国股市是暴跌的哦，哦是大跌的，哦，你要注意哦，哦国际生技股是大跌的哦，大家都要小心一下哦。好，关于这个时间，我们交给这个书写一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后的收盘数字哦，结果最后收盘是下跌了39点，下跌39点，来到8075点。明天所面临的就是8000点整数关卡的保卫战，而量刚刚好来到了800亿元。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专业、诚信、负责，致富专线02-2392-3988。花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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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店面。金店面花莲青年创业住宅，让青年安心创业，勇敢逐梦。青年创业，花莲金鼎。啊，欧桑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啊。嘿，唔较简单，吃大胸丸就好啊。但这款年岁吼，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你讲吃啥货？红旗大用完了，加大用完就丢啊啦！打造你的城市竞争力，文门站起来，三倍强锁，环绕收纳，变身免修片，美腿比例，轻松型 Bodyfit 玛丽菲斯。目睭酸、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红旗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旗明目丸上好。璀璨贺新春 ，La New 幸福再加码，满额送元气小子24寸 PC 行李箱，陪您元气一整年。老年人体力差，平常在家可以做桥式运动、屈臀运动，勾林三多奶蛋白，优质蛋白，营养好吸收，火力细可以气头，喝推蛋三多奶蛋白。羊毛出在羊身上。会算啦，贪污啊，一体两面，那要爱幸福，咱就检举贿选，人人有责哦。SX4 Crossover 即日起交车就送 Suzuki V125 SS 级车，能够一次拥有，何必分次入手 ？V125 SS 重型级车交车就送。好，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刚刚收盘数字里头下跌了39点，8075点，量是来到800亿元。结果说着说着，刚刚所看到陆股部分又是出现一波下杀力道。对哈，陆股啊哈，又跳水了。这个陆股都在我们收盘之后就开始变样了哈。
那昨天是盘中就先变样了啊，陆股这个你看，如果现在深骏昨天跌了3%，现在大概又跌3%左右，两天就跌到昨天跌8%，哦，昨天跌了8.多%，哦，啊，今天这样下跌2%，两天跌了10%，这个市场上已经不太能往了，大家对股票市场上观念不是很清楚啊。在之前啊，看这个上证参考图啊，那日 K 线好了，你现在正在跳水当中啊，哦，如果今天再破那个3193的话，这个都不对，那个3000点到2800那个附近都会有机会来做测试。那让上证参考数的这个日 K 线好了啊，哦，看一下日 K 线。我跟大家讲哦，你要把这个图形再缩小一下哦。那之前因为上个礼拜前一段时间有在涨，你看包括什么财经频道都一直在拱它，可是我当时就跟大家讲过说，大家看日股啊。不要忘了，因为日股啊，在3年前是没有动的，都十几年来都在同样的2500点上下附近。那这两年动的话呢，它就跟国际股市接轨了。它一跟国际股市接轨的话，只要欧洲股市不怎么样，因为大陆股市最大的这个所谓的 GDP 啊，它的经济的这一块最大是在欧元区这一块，所以欧洲股市不涨的话呢，你看这个要涨到哪里？所以万般拉抬只为出哦，你都要注意这个准备再继续跳水了哦。那你说风暴还没有止歇，股灾啊哦，你看那个啊，人民币好，那把你那框架哦，到这边那啊，我再讲一遍哦，空头的势会越来越明显，今年比去年更难混。去年只是空头的热身而已，今年昨天就全世界就出问题了。元旦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全世界就出问题。投资朋友，台语你捌听过无？人讲啊吼，迄味觉啊，迄味觉介歹，你敢要敢唔知？你捌听过味觉这两字无？那个 feel 啦，我们家小朋友都讲老爸老爸那个 feel 啊，那个 feel 啊，哦，迄个 feel 足歹。开春的第一个元旦，全是第一届的今年第一天交易日，全球暴跌。咱台语讲，那个味觉啊，实在足歹，你家己讲唔知，你还在做梦。融资昨天都还在增加，你要死了，真的是啊，哦！你要珍惜你自己的钱啊，对，也不枉我说，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这个空方架构，我从9800一路空到这里，7200翻多啊，不是7600回补拉高8500再空。只有我愿意跟你讲实话，那个美国 NBI 生技股生技指数暴跌，你知不知道？已经跌好几天了，你知不知道？大家还在么生技好生技妙？你看那个明基一啊，跌掉50%啊，上市没多久跌掉50%啊，大家还在讲说什么明基要复制什么？是谁跟你讲的？卡姐点那个问候姐，你是你不下啦，对吧？安尼还死啦，还无外久哪里掉50%，你嘛跟差不多的，是不是？那框架哦，好，都大跌，那没有什么。那今天的最大的多头最大利多的公安哦，还道琼拉尾盘呢，啊。弄，我再讲一遍哦，因为美国还要升息，所以美国股市一定是最抗跌的。那全世界跌的稀里哗啦，美国股市才荡啊荡啊一直跌下来。这是因为美国 QE 退场200年来的历史资料是这样子。所以你现在看美国股市止稳，我们反而杀尾盘啊！美国股市跌得重，我们就跌得更重。啊，那你听有无？好，来，好，哦，再哦。我希望新的一年，投资朋友盘歹做，你对我做空，你赚大钱，我欢喜，我恭喜你。你袂晓做，我来带你做，迄种无问题。那然后暗淡的时候，你爱甲躲鬼，因为躲过这个中长空之后，就有一个大长线的多头来了。但是你要熟悉国际金融商品，你要使用一套很好的操盘工具，很好的操盘工具，而不是只是那边红买绿卖的啊。然后那个跌下来说，你看这个要变绿啊，这边变那个又跌一大段，那个大家都知道啦，什么洗啊，什么时代的还在有那种要用这种的，要告诉你国际股的，哎，注意狂哦，会狂哦，美元啊，对这个一篮子货币，现在包括人民币，美元往上不是吗？美元因为对一篮子货币，所以我们讲美元指数嘛，不是单一的美元那个的这一个，也是美元指数。美元对一篮子，美元往上一块要99、100啦，所以欧元又开始急贬啊贬了哦。那欧元再贬的话，下个月的太阳能报价不会好到哪里啦？最近在搞你双反的问题，你还不知道吗？还在那做梦。那日元呢？来，注意狂啊！这升值，所以新台币啦啊，那欧元这种贬值啊，这哪升值啊？啊，都很不好的，这样我们听懂。日元、美元不能同步升值啊！全台湾只有我在跟你讲，而且一个月前我就跟你警告，这个不太对劲了。
因为 CME 啊，全世界最大的外汇交易所啊 ，CME 啊，在流行买日元，就是看升日元，看空欧元啊。啊，你怎么不知道？你操盘软体没有跟你讲这个吗？你给我要红买绿卖，是不是？哦，注意看哦，哦这个哦，所以这个升值，所以昨天这个、啊、最大的变化会在现在，你注意日元不要在亚洲盘，因为日本会抵抗哦，日本会抵抗哦，日本政府会抵抗哦，日本央行会抵抗。你要看日元要看到下午过后，尤其在美洲日元，就在美洲盘的日元的话，变化就会很精彩了。晚上过了十二点之后，你看日元突然间会暴升哦，哦你要注意看哦，哦注意看哦，好，这个尤其美股越跌的话，日元就越暴升。然后那现在美元也涨，这个也涨。全世界股市进入了空头，所以这个暴跌 4%, 这个暴跌 3%, 都进入了大空头的架构了，空头已经出城了、哦、空头已经出城了、啊、恐慌指数暴涨，恐慌指数暴涨、哦啊、运输指数破底，运输指数破底，运输指数又如果再破底，因为连续破底了，破底之后呢，道琼工业指数、啊哦、就算有反弹也有限了，这样听好不好？你要对这些东西的金融商品没有关系，现在没赚钱，你将来才赚大钱，这样知道意思吗？ 你到熟悉的时代没讲了嘛，你还在什么说总统大选什么，跟那个没有关系，因为国际股市不对啊，难道我们的总统大选可以影响全世界的股市吗？不会啦，就是这个都要开场白说，元旦第一天全世界的交易日跟他股灾了，现在大陆股市还在暴跌，是不是？这不会是我们台湾的事情，只是我们更大的风险是因为经济基本面。你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外销出口的，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无薪假的又再创新高？我们会更麻烦的，啊，你听好不好？我们在这个难做，我带着你做空是不会，对我来讲不会难做，我们赚的速度更快。可是我很担心你，你眼那讲较白，讲较歹听啦，讲者较歹听啦，你罩子也要放亮一点啦。哦，这怎么样？好，全世界就是这样哈。哦那油价呢？大家说这沙烏地跟伊朗涨到38块，又急杀下来了，这个还是不太对劲的哦。那个 put 啊，美国那个原油市场的那个 put 啊，那个选择权 option 的 put 啊，已经看到10块到15块了哦，都要注意哦，都要注意用。好，我们那个收盘的话，麻烦一下这个苏贤。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在期指的整个收盘的数字哦，在收盘当中，首先台股指数下跌了48大点，跌幅在0.59%。我们再看下去，要看到电子指数方面，则是下跌了2.1大点，跌幅在0.66%。至于在金融指数方面的话，跌幅达到0.8%啊，跌幅在下跌在7.6大点之多。至于在摩台指数方面，下跌了2大点，跌幅在0.67%。好，我想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哦。我再讲一遍哦，新上日股的话，已经有很不好的示范，大家注意哦，不要在这个一上院这个公讲，有时候就是因为。跟他无什么股票好做啊，看新上股，看起盖熊的讲，来买一下那样吼，错吼。我还是那一句话吼，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这个新上的这个叫明基，这132块，上市之后的第一天，然后大家跟大家讲说，明基即将复制中裕，这是前几天我写跌40，到今天呢，132除以2多少？对，66，今天刚好66，所以不是40%，叫做50%。这是新上市132，哦，上市的挂牌上柜的时候132，这132，这起66，这不是跌40%，是跌50%。你复制中裕给我看，所以我说陶主任，你要记起来，因为这种说法太流行了。结果你一跳进去，50%不见了，哦。我常常讲说，生技股它有它的疑虑存在。我这几年来做生技股没有失误的。那么好，我早就叫你买了啦，哦，我就叫你买了啦，不会是这个样子啦，哦，来看一下啦，哦，好，那将前几家股票给大家讲哦，哦，叫做瑞仪哈，那瑞仪今天还继续破底哦，那背光膜啊，现在因为产业结构一直没有改善，所以背光膜会出比较大的问题啊，背光膜啊，这长期走空，这个空单我们赚了40%多了啊，这都不知道怎么补，你给他干别他破，啊，大刚都破底的是别他，动不动的破底是别他破啦。是不是？啊，就慢慢空，慢慢空了哈、哦。好，那我要看的是用这个观念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像这个里有没有？哦，这里有没有破了一次？这里再破第二次，这里第三次就没得救了。老师，你攻这边安装，这头部就出来了，这个头部就出来破了噻。第一次破，第二次再破，第三次再破，没救了。这技术面哦，好爆大量，
你看往下拉镜头拉远，往上爆大量都是在出货，爆大量永远都是在出货，都在出货爆大量哦，这技术面很简单的技术面哦。台北股市嘛就赶快，问股给你股你有家康哎，有家康打专专台湾的分析的同业都怎样，都怎样？我一准备要做康过红球，还有人笑我，现在有这个你笑声会更大了哦，这个回不掉，拉高在空啊，叫个嘟嘟，我唯一没有失算的就是这个地方。哦，为什么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什么马席会啊？这个可以原谅的。那一样继续空哦。那我们再看一次哦，我要讲一遍哦。这八千点这个破了一次，哦、破了一次上来哦。那这里又破了一次，那明天就要再破了。明天再破就事不过三，这样懂没有？它就会像这个样子。这个瑞也是大股票，它要破没有那么容易，还爆大量，有没有？慢慢破了三次就这样子了。这个就是阶梯式的下跌，这是一个中长线大空头，经常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架构的，哦，都会出现这样的架构的哦，大家注意一下哦。一样，我们来看看可这个，就拿这个可成好了，哦，可成好，你看这个都是属于中长线的空头，中长线的空头，你看从可成有没有？这个也是啊，一路走跌哦。一般大家的软体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子了。可是会叫你去做空的，还跟你讲要做反手做空，这档不要叫可成。只有我们这个操盘工具，也就是说，投资朋友，你现在看到所有的软体是大家都有的啊，红买绿卖啊，然后看这个标的要这个指标没有？可是你为什么要去空可成？可能基本面不是很好吗？我们这里还跟你讲为什么要反手做空？为什么要反手做空？有没有？为什么？因为瓶盖股在跌，苹果在跌，苹果昨天跌到102块反弹，它100块一破的话，就长线大空头了。那你有没有这一类的讯息？这才是最重要的哦。我们在这个来到这里，我们就顺便看一下。那一样啊，这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是指数是多的。那这个指数呢？这是指数哦，台北股市的指数，12345，五天之前在8350点的附近一个空方下来。所以你的软体里面啊，一定要有很精确的指数的波段的概念，哦。指数波段的概念，还有呢，你要有很好的个股的概念，还有全世界最及时的讯息，哦，最直接的讯息哦。待会我们要讲一下3691的这个硕和了哈，来的这昨天转折，技术面低的啊，破线确定，哦，这个叫台积电哦，这个破线会确定，还没破了哈，哦。那一样哦，这个消息面慢慢出来，已经不太对劲了。我说过嘛，我前几天跟大家讲，就来到这里就再空一次，它就像那个破第一次，因为它是比较小。瑞仪是比较大的股票，它破了两次就一去不回头了。那你准备要破低了啊？这里还有的跌。那如果再破低的话，你这里有再画一条线，有没有？这里再画一条线，有没有？你开始做测量，这个大测量的话，哦，那就有的跌了哦，就真正的长空哦。像这个地方都要留意一下了，哦，这些都要这个跌点都要留意一下。那跌到那里的话，你自己看，你这个一个 range 下来的话，就是50%-80%了，50%-80%的空间哦。好的 ，TPK 啊 ，get 前 get 档，有没有？这个今天开始破线了，这破线的话，那测量距离要重新测过，哦，这两天破的话呢，再测过，哦，这个有的跌了，哦，这有的跌。你讲老师，几千块够啊，够别人给落咖呢？没有人来管那个啦，股票市场哪里管那个？管你赚多少成而已啦，哦，不要忽多忽空啦，啊，哦，这大力光嘛是，强强要刷去啊，因为今天还跳空，强强要刷去啊。昨天不是美国那他说苹果跌升反弹。反弹到平盘而已啦，昨天打到102块啦，苹果啊，你有的软体就知道苹果的股价收盘啦，102，102如果100块跌破的话，就是中长空哦，都是中长空，你要赶紧摘，像这种大头部出来，不要让它给你，你这边花那么大的量都在上头，然后现在都小量慢慢的杀哦，小量慢慢的杀，可成嘛是啊，你到底加工那边安怎？哦，他提可成哦，你看可成大空头啊，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大空头，掏钱，所有的大量都在这边。然后一慢慢跌啊，天天破底，跌破股灾的位置了。这个跌破股灾的位置了，对吧？可能老板一定会气死啊，一定会气死。奇怪，营收创历史新高，那样呢？股价看的是未来嘛，哦，信不信？哦，那红准这边讲啊，这长线大空头的股票了哈，哦。然后看一下和硕，我也能跟大家这和硕了，我说这个你看这个跌破股灾的位置了，1000亿元的营收。哦，啊，又要加薪什么的，股价很不赏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大头部在这边，哦，啊，为什么呢？因为股价看的是未来，哦，看的是未来，哦，所以你经常会被我们市场的基本面所迷惑，就是这样的。那是硕和来，啊，哦，这个利空消息可能今天刚被见报啊，
哦，日本的那个上游供应链它好像爆炸了。哦，最新消息，我说你都没有这种最新消息，要注意啊，这个哪都来，这太阳能就告一个段落了。哦，因为这一个是指标股。哦，那这个如果跌下来了呢？2406的国硕你就要小心了，哦，就要小心了。哦，这个都一样的哦。啊，昨天暴跌什么？在美国暴跌到 Tesla 啊，哦，Tesla 昨天跌了6-7%。哦，因为我这个刚才没有时间跟大家看，那 Tesla 跌那么多，大家因为我的操盘上里一定都有哦。那Tesla 跌这么多，那为什么呢？ Tesla 我觉得这几年我对 Tesla 很感冒。我们前面第一段啊，那个茂联从40几块、60几块做到180几、190几块就不做了，因为我对 Tesla 很感冒。以后再跟大家讲哦，都这个那每一年都在公布它的利多啊，结果出来都后来都是利空哦。这个一利电啊，长线大空头，你看没？50几块大概20-30块啊，哦，你要注意哦，30几块啊，哦。那生技股嘛是赶快，就是生技股拢破线，这我这鸡呀。啊，美食呢？哎，赶快啦！你家电网走拢透了啊！你其实你这半年做美食是无可能赚到钱的啦。啊，拢透一家，拢遐乱讲。真的有在涨的生技股并不多啊，大家拢遐乱讲啊，他们那么乱讲啊，复制啊，复制什么中裕，然后复制掉啊，个股票跌到50%啊。我说我跟你讲，你看老师，你要修几下做几下记录哎，是不是？哎，拢乱讲啊！哦，自己嘛是，这样不太对劲了。Mary Mac 被破底啊！也在美国的那个快要合作伙伴快破底了，啊，这种都是刻意做出来的嘛。联合股科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长线在空的股票了哦。那 IC 设计呢？你再看看有没有像这个都头部都出来了哦，头部都出来了。啊，那现在时间有限了哦，像这个双红，我说轮跌轮空哦，差不多了哦，可能要出现状况的了哦。好，一样，最后一档股票叫乐升，也是个大头部啊，今天破线就没得救了了哦。好，我还是强调，同志们，你不会做的话，就赶快跟我做联系，我能够带着你啊，在空头大赚的老师，谢谢大家。好的，非常谢谢鼎泰兄哦。那么鼎泰兄的话，事实上也早早预告好这个行情跟观察，结果真是一个连番下跌，甚至是重挫的局面。接下来行情观察更重要，会不会担心变成四手的黑盘出现呢？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